猪猪啊，因为我现在和猪猪是室友嘛，然后一个特点就大家不知道的啊，说一下大家不知道，就是害怕，没有没有，就很能睡啊，太能睡了，还是从高原来的，来到这儿最氧，我真的我来这儿我每天都很困，对，氧气太重了，对对对，那样算下来的话到底几个小时，就是11:30到，他最后那天几点醒的吧，2点，就是两点醒的，14个小时，睡了14个小时。那个，我说一个啊，我第一次看到他，我想起什么知道吗？就是古代那种千佛洞里边那个壁画上面的那种女人。那个洞房那个壁画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那个感觉。丹珠。在我眼里相当相当的简单，嗯，但是这个简单呢其实也是容易被外界所触碰到甚至是伤害到的，所以我就觉得丹珠是脸皮薄想得多。我确实是个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，就特别是别人对我的评价啊，还有别人对我的那种反馈，如果不好的话我就会很容易受刺激。你的嗓音其实在我眼里，我讲的比较直接，老天赏饭吃但是你就不要，我觉得这个既然是有这个东西咱们就接受它并且正常的去面对它，然后也不要因此有什么压力，真的，对啊。你有这么好的条件，我觉得你其实可以对自己更加的自信一些。今天这个表演你自己觉得 OK 吗？傲日奇楞小麦组合成功拿下第一局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哎呀干嘛，非常的好。放松点啊，嗯，好好的。那一刻突然清醒了许多，正如我要唱的这首歌一样，该醒来了，放下这一切的杂念，抓住这一次我还能在这个台上的这一次机会，不管它是不是最后一次，我希望通过这首歌曲也能激发我自己内心的觉醒，就是不要再怀疑自己，也想让大家体会到我的成长。醒来吧，天快要亮了，赶路吧，路途还遥远。亲爱的，你不要害怕，黑暗时光之前的yeah
现在关闭，掌声送给拉丹珠。这个突破挺大的，对于他来说。今天这一场能够感受到很多选手的变化，包括前面的巡航也是，今天拉丹珠也是。今天拉丹珠不光变化了，还黑化了。第一次在舞台上穿了黑色的衣服，之前的时候每一个舞台他穿的其实都是一身素色。对，三位伯乐看到全新的拉丹珠，觉得他今天的表演怎么样？这首歌是门巴族的一个唱作人创作的，央吉玛老师。央吉玛，对，央吉玛老师。门巴在我们地处于西藏，有西藏江南之地的林芝地区，每年到三月的时候，大家可能有去过的，微微肯定去过。哇，满山遍野开满了桃花，你就觉得到了人间仙境。那个时候春天也醒来了，所以这个醒来了，我相信不仅是有这个春天大自然万物的复苏，万物的醒来，也有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觉醒。这跟之前的这个《醒来吧》这首歌有一些区分哈，你自己加入了自己要表达的内容。对，就是有一段我自己加了一段词 ，This is Beluda Kasui Koba Mika Misa， 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不再怀疑，不再畏惧，遵从自己的内心。在上一期结束了以后，我跟拉丹珠聊了一会儿。我说，我发现你后面几期都带着特别沉重的心理包袱上场。你今天就像你自己加的词一样，我觉得你醒来了。谢谢。抛开了那些，不再怀疑，做好我自己，守住我的内心，是不是大家感受到了吗？谢谢，谢谢。我刚来这个比赛的时候，其实我脑子是很简单的，就是没有想很多东西。然后在逐渐往后的赛段了以后，我发现我感觉我就是莫名其妙的压力就越来越大，然后就各种杂念，就让我在后面几期，我每次唱歌的时候已经忽略了音乐本身要表达的东西。其实前面我已经在想我回去该干嘛了，然后当雷佳老师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就这个舞台太难得了，我不要再浪费这个舞台每一分每一秒。其实你一旦成为了任何一个行业的比较名列前茅的人的时候，你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关注，有人喜欢你，也有人不喜欢你，这个是个非常正常的事情。但是你不能因为大家不喜欢你而去否定自己。谢谢，谢谢花花老师。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那么喜欢你今天的状态，就是你变得很自由，让我看到了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样子。
我非常喜欢今天你的这个状态。谢谢花花老师。